就叫鼻影。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第二，第就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第三个照是照什么呢？照他丰富的恩典，照他预定的美意。一个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第二是照他预定的美意。不照你做什么，乃照他做什么，对不对？这是他早就预定好，谁也改变不了的。这是他丰富的恩典，谁也没办法推迟，对不对？神给我的，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的，对不对？神照什么你就照什么，好不好？他照什么？照他丰富恩典。他又照什么？照他预定的本意。他自己是他自己赐给我的恩典，是他自己在我身上预定的美意。听明白？你看两个照，还有一个照，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照他所定的日期，对不对？对。第三个是照他所定的日期，我在这里啊。第四个啊。第四个是照他所安排的。日期，他定的日期，对不对？他定的那个时候就给你了。你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时代出生的，上帝就照这个他在我身上定的日期，照耶稣基督在降世为人，在这个时代表明出来，把他那个日期所定的那个恩典给我，把他所预定的美意给我。所以都是给的，无论是今天我得着儿子名分，罪过得以赦免，无论我在基督耶稣里，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被拣选出来的，都是按照他所定的日期，都是按照他的丰富的恩典，也照他预定的美意，不是照我，好不好？我能得到世界有这样的相比，都不是我自己能做到什么了，对不对？他把世界给我了。好，我们看啊，罗马书先看第八章第32节。罗马书第八章32节，朋友们，八章32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为什么要白白赐给你？因为他造的是什么？我们多半造什么呢？我们每一次衡量一个人是否得救，造什么呢？造行为，造你外在表现。看你表现的不好，你就没得救；看你今天行为不好，证明你不是神的儿子。神是不是造行为呢？不是的，他造什么？丰富的恩典，他叫什么呢？预定的美意。那丰富的恩典就是恩上再加恩，恩典是什么？白白赐给我，所以神岂不把世界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就是要白白，他谁能得到白白？所以圣经有两个应许，看谁能得，一个是你自己去赚，你听懂吗？一个是自己努力去赚，一个是白白。看你是凭自己去赚呢，还是要凭白白得到？白白的。是把世界和神儿子给你的，就看借着一个下面有秘密，叫你肉体靠肉体绑臂。还有呢，上帝说白白给你的，不用你赚。一个是
看谁能今天平赚，看今天谁能平白白得，谁一平白白得，谁就得着了。因为神是照常丰富的什么恩典，恩典就是白白，对不对？如果不是丰富恩典，一半是神做的，一半是我做的，叫不叫白白？那神就跟你白白了。你听懂了吗？神今天不是照你自己，你今天好坏来定你，这世界给你了，也不是因为你今天比别人强。我们再看罗马书，还有一章是在第四章。第四章第十三节，四章十三节，朋友们，四章的第十三节啊，我们看，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乃是因。不是因什么呢？律法，乃是因什么？这里面是说，并且承受世界，对不对？这么大决定，把世界都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有没有我们？有。有没有你？有。有没有我？有。说和他亚伯拉罕不是单对亚伯拉罕，对不对？和他的后裔并且承受这个整个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不是是否定，乃是是肯定的。是神肯定的，看谁能抓住这个应许啊！这是预定的美意，照着他所安排的，是不是？是神的应许，对不对呀？所以你叫什么？你是照你个人的行为要承受世界，还是照着上帝所预定的美意来承受？是照着你自己的行为，还是照着丰富的恩典？你看一下，看你的信仰在哪里。有今生应许和来生应许，你抓一个，你不可能俩都抓，对不对？你抓这个，你就失去那个；你抓那个，你就失去那个。有一个你得着，另外你就得不着了。你听懂了吗？是不是啊？说神把世界给我的，都是白白给的，不需要我去换，不需要我去赚，不需要我去努力，就都该给。只要有一个字，这一个字是什么呢？信服你。有你在信上建立章程，上帝把世界给你，而且是白白给你，行不行？行。如果你真在这个信上建立，就像你无所教会，他就不可能失去起初的爱心。如果你是在这个信上建立，就不可能像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特点是什么？不冷。也不热，对不对？有所教会的特点是什么？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是不是啊？是。当你是在这个地方，我跟你讲这个从圣经这个经文根基上建造的，一定是这样。那么上帝照着他预定的美意，按照他的旨意，是不是啊？按照旨意是应许给我的。第五点是照应许，神。应许你什么？就是照着这个应许给你，是不是啊？神应许把世界给你的，会不会反悔呢？不会，不会反悔的。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说，凡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都必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福分是属天的，对不对？神应许我们跟应许亚伯拉罕一不一样吗？一样，一样。所以这段经文说什么？神，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我们是亚伯拉罕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不是因行为，对不对？对，乃是因什么呢？信而得的义，就因信而得的这个义就能承受世界。如果你不是在信上建立章程，走来走去就跑偏了。你不信你就试试看，不在信上建立章程了。因为圣经有两个应许，如果你抓住了错了一个，你可能就从这个生命，上帝给你指这条生命的路上就偏离了。现在有多少人讲来讲去讲来讲，啪就偏离了，一下偏了。为什么不偏呢？偏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失守神
丰富的恩典，没有失手，神必定的美意。预定好了的，你努力也没有用，对对不对？预定好了的，你靠你自己；没有预定的，你使劲努力也没有用。你信不信啊？自古以来不是没有努力的，犹太人努不努力啊？你说犹太人，他想不想追求义？追求，他追求的是律法的义，反对不了律法的义。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正跌在那绊脚石上，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他不知道努力啊，这件事情我就必定是上帝的儿子，那谁也抢不去，对不对？上帝在母腹里就遇见雅各，是上帝所爱的；以扫是上帝所顾的。生出来之后，能不能他们俩靠努力就改变自己的命运呢？不能，不能的。雅各做点坏事，就把自己这个上帝预定好的事给改变了。能不能改变？那么他怎么做坏事也不能影响上帝对他的爱，对不对？因为他在母腹里就说，我要叫你知道，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只要显明一件事，就是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对不对？按照他的旨意和什么，那这旨意，神的旨意重不重要？照旨意，照他，照神自己的旨意。一共是六个照，一共是四个那个五照啊。一个照是什么呢？照他安排的日期，照他丰富的恩典，照他预定的美意，照着他的应许。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来成就这一件事，是神自己做成的，对不对呀？好，再回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他照什么你就照什么，你就是遵循神旨意的人。你听懂了吗？他照什么你就照什么，你别寻思那我要这样就光照他就等着就照他，那我不就什么也不用干了吗？弟兄姊妹，什么都不用干了，到这里来聚会，就在白白承受恩典，好不好？好不好？但有的人还信不来的，来聚会他都不想聚的，这就是说明他什么？不想承受上帝白给的恩典，总想自己来做点什么。所以那少年官来到耶稣面前，啊，跪倒了，良善的父子啊，我们行什么善事才能承受永生呢？第一件事就要干什么？这个称耶稣基督为良善的父子啊，那个就要干什么呢？那个就要干什么？那个称良善的父子，证明他自己良不良善？称耶稣为良善，他自己良不良善？不良善要去行点什么善事，要承受永生，矛不矛盾？矛盾不？他在耶稣面前够不够金钱呢？跪在耶稣面前，良善的父子啊，我们行什么善事才能承受永生呢？要靠行善事承受永生，你有没有这个想法？没有。啊，要有这个想法，赶紧把这个想法打消了，好不好？啊，耶稣最后就告诉他，立法律是知道的，他不先要行吗？耶稣说，立法就是要行的，就是要求人行的，立法律是知道的。因为要行呢，律法上记载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是不是啊？是。耶稣说完这句话呢，他说他从小就能遵守的，理不理直气壮啊？理直气壮，他从小就能遵守的。耶稣说你少一样，你没有有权，你少一样，你回家就把你的家产全部变卖，收集穷人，就有那用不坏的财宝，永不朽坏的钱呢，存在哪儿啊？天上。他一想这件事要我分家产，悠悠愁的意思啊，证明律法上要求的他行不行权。耶稣说了一句话，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耶稣给他个评价，是不是啊？这是证明他要靠行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上帝不要靠行，要什么？照恩典，他要照行为，神要照恩典。人往往人这个想法和上帝的旨意正好是反对的，上帝说照我的旨意，他是
灵力去。你信不信？每一件事情，人都照自己那个想法那个日期。神定罪造亚当，神成义造基督，对不对？我们定罪是造谁？我们成义也造谁？又造大错了。定罪呢，造自己的行为；成义呢，也照自己的行为。好像自己的行为坏了就被定罪了，自己行为好了就被成义了。而上帝造什么呢？昨天我讲，前一个造亚当犯了一次罪过就定罪，连带着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都在他的权势下，对不对？第二造什么呢？成义怎么造什么？造耶稣基督一次一行，凡相信耶稣基督的都被成义，住在基督耶稣里的就被成义，是不是造两个？一个是亚当一个人犯罪就定罪，造一个人。为什么要造一个人呢？上帝就涉及到约的问题。我讲两约的时候，你们可以看造约的问题。上帝按约定罪，按约成义。听懂这句话吗？上帝不按你个人的行为，按照亚当一个人行为，因为亚当是旧的族类的头，他犯了罪的，我们在亚当里的都被定罪。新约耶稣基督是新的族类的头，他成义了，他在面前被圣灵成义了，那么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的都被成义。听懂了吗？你定罪不定罪和你的行为没有关系，你成义不成义和你的行为还没有关系，你是无意中被定罪的，照样上帝叫你无意中成义，对不对？你是因为亚当一个人被定罪的，上帝照样在基督耶稣里的因一个人叫你成义。听懂吗？和你个人没有关系，你对着承受世界和你个人都没有关系，你信不信呢？不是照着律法，不是我行点什么律法要求行，乃是照着，乃是照什么？因信而得的义，来承受世界，好不好？你是不是这么信的？如果你不是这么信的，我告诉你，你的信仰还是有问题的。走来走去，又掉到个人的坑里去了。我怎么样达到一种标准来讨神的喜悦？上帝说：“不是你不是我，我早早就定义好，我要把丰丰富富的恩典白白的给你。”昨天我讲了，神有多的是的恩典要想发放给我们，要不要？要，只有一个字才给你，信。信什么？信，很关键，是不是？他给你的恩典，信不信？信。这首先一个信，他给你定好了的。早早就把这世界给你，你信不信？他照他自己安排的日期，你信不信？他照他自己的应许，你信不信？他照他自己的旨意，你信不信？都照他自己，你不照我的。你们这就是本乎恩典，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自己，把自己先抛在一块，好不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以弗所中间这第一章的预定中间来寻找到上帝的心意。好，再往下看吧，以弗所书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上帝所预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天上地上要合一的，那时候就不分天上地上，是吧？神和人要合一的，听懂了吗？一切受造之物都要合一的。再看，这个合一也要上帝定一个日期，对不对？是他自己定的一个时候。再往下看，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那我在基督里得了基业，在基督里得了基业，这基业是在基督里得的，对不对？好，在基督里得基业啊，什么是基业呢？在基督
昨天他们讲在基督里的永生，在基督里的丰盛，我们夸口的当时的谁夸？在基督里，不是在肉体里，所以你拿肉体夸口也没有用。为什么要讲在基督里的基业？这基业是什么呢？说天国的基业，基是什么？啊？业是什么？产业，对不对？这根基和产业都是在哪里的？在基督耶稣里。既然是在基督里的，我靠肉体有没有夸口？没有。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既然是本乎神，我拿谁夸口？拿谁夸口？对不对？我在哪里得的，我就拿谁夸口？我在肉体里得，拿谁夸口？拿我自己肉体夸口。我既然是得基业这么重要的事情，是在基督里得的，那我就得靠基督夸口，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吧？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主耶稣并他所钉的什么十字架。我要夸口，当指着主夸口，好不好？他说我要夸，我就不夸我别的，不夸我自己在肉体中得了基业，我是夸我肉体中的软弱，是不是啊？你肉体除了软弱什么也没有，在基督里的丰盛，在哥罗西书说，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哪里啊？基督里。那我这个基业在基督里得，我跳出了基督里，我从基督里，这是基督里啊，我在基督里不在这里得，我要在哪里得呢？好，这是我的肉体，我要在这里得。我的信仰有没有问题？今天看啊，整个教会中间是在这里得，是在这里得。讲一讲到好，我再念一句话开始解释这段经文了，把圣灵一放，开始就讲圣灵了。耶稣说，我呢话就是什么灵，就是什么生命。那我不讲生命，我去讲生活去了。我是讲到了吗？啊？你不要以为以弗所说后来的是生活之道，那不是生活之道。最后我跟你讲的不是生活之道，你会发现那不是生活之道。如果那是生活之道，坏了。那就把上帝那个在基督里得的基业变成生活之道了。讲生活之道，世界的人也在讲，你信不信呢？那小标题，那黑标题，我再说一下，在黑标题前面有个小标题，黑标题经常是错误的，很多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咱们在印刷的时候就把这小标题后加了，不要把这个小标题当做一种，我今天看了这小标题就以为这是生活之道。不是，那是生命之道。你信不信呢？不信你就坐着听，一直听到最后，你看我讲的是生活之道还是生命之道？信不信？啊？如果我们讲生活的话，社会上也讲生活呀，对不对？我们跟社会讲一样的，那这就是证明我们今天跟社会没有什么区别，圣经和社会的那些都差不多少。我们讲道德修养，社会也讲道德修养，但圣经这是道德修养，是信德。信德，你不信你去试试看，圣经讲的是信德还是道德？信德。信德不是道德。如果你今天你用道德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那很多人没有道德，从创世纪那地方就没有道德，你信不信呢？从创世纪的第一章里就出现，第四章里就出现没有道德，失去道德，失去伦理了，对不对？但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这地上的事，来讲天上的事。耶稣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吧？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什么？神。那讲道是讲什么？讲神。弟兄姊妹，我们讲道，天天讲道，以为道是谁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当我讲一段经文，把这经文放下，不讲的这段经文，我就讲生命过去了，就讲地上。耶稣说，从天上来的，就说天上的话；从地上来的，就说地上的话。是不是活的？从天上来是在万有之上，所以因此他讲的是万有之上的事儿。我们把万有之上的事儿
们先想到人家做饭的法，你做这桌饭还是天上是地上，很关键。耶稣经常说，我天国的言行，都说天国的，不说地上的，对不对？那你得讲成地上的，你告诉我你要干什么？咱们有至善的话语叫道，对不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在天，在万有之上。我讲这篇道，一定是讲神。那天我在鞍山，不是在北京跟那些牧师一群群的牧师在辩论，就提到这件事。他在提什么呢？他就提到讲讲的道，他就不讲道了，他就讲人。他说：“你看，牛牛飞。”他就举个例子。那句例子都是虚空的，都是瞎举的例子。他说：“我们有一个姊妹到教会里来打仗，把丈夫用棒子三节打了三节，打丈夫的背后打了三节。”我说：“这个棒子一定不是棒子，一定是个玉米桶，能打三节？真正的棒子打在人身上能打三节吗？”我说：“这媳妇太爱自己的丈夫，拿玉米桶打仗，一下打了三节。”他搁那说：“你怎么还不爱？那恨人就是等于杀人呢。”我说：“恨人等于杀人，恨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我问你有没有永生？你恨过人吗？恨过。我说你有没有永生？有啊。这恨圣经没说恨人没有永生，那么说恨人有永生？是约翰一书说的，恨人的没有永生。他在那就怎么想有变过了这个劲儿，就不说了。现在有多少人在这个地方混？讲到，啪就掉到人间里，把人间的东西拿出来，搬出来给弟兄们讲。讲来讲去，先在生活上建造，不是先在生命。先在生活上建造，那他建造的工程是属地的，是属天的，一定是属地的，对不对？他属地的能不能得到生命呢？得不了，他得不着生命的。那么今天我们在地上见证主荣耀的，也不是靠生活，而是靠生命在我里面渐渐长大，是不是啊？是这个属灵的生命渐渐长成还有基础的身量，这生命荣耀主，死人不能见证主，从死里复活的人才能见证主荣耀主，对不对呀？好，再看，这原是。那随己意行做外事的，在基督里的基业，随谁呢？不随我的意思，对不对？你总要把上帝说随己意行做，是他在行做，不是我行做坏事。随己意，随他自己的意思。那我今天的信仰，看一看圣经，就把这圣经知道，想方设法就随我的意思。他把这个随己意，就以为是随谁的意啊？随我自己的意思，是随我自己的意思，是随神自己的意思呢？看清楚了吗？随己意行做万事的，上帝在行做万事，对不对？包括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被建造，也行做万事，是不是啊？在信上建立帐篷，只要我在信上建立帐篷，是不是一切在信上建立帐篷，在信上建立帐篷，一切的信心做成的功夫。他做我信，他随万事我信，他随谁的意思呢？这个己意不是你的意思，而是神自己的意思。行动，随谁意思很关键，随神的意思这叫随从圣灵，随己自己的意思这叫随从肉体。听懂这句话吗？什么叫随从肉体？什么叫随从圣灵？随己和随从圣灵是什么意思？说随从肉体的，就是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人是。什么叫随己？好，咱们看罗马书第八章，这己意是指谁？按照他的旨意，随他的意思。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你总想一说随己意，
你就想到随你自己的意思，然后就凭自己的肉体去使劲守，去使劲把，那叫随神的旨意吗？随神的意思吗？我们看第三节，律法基于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这里呢，上帝告诉你不要这么随己意啊，因为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肉体软弱不？能不能行？不能行，下面要随谁的意思呢？随神的意思。注意看这个经了啊，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注意看，真说的，这律法的义不是随着我自己的意思，不是随着我自己的行为加给我的，而是随着神的意思，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是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问弟兄姊妹，你现在是随从肉体的人，还是不随从肉体的人？不随从肉体。你怎么知道？你现在体贴肉体的人，是体贴圣灵的人。吃饭是不是体贴肉体？睡觉是不是体贴肉体？穿衣是不是体贴肉体？穿鞋是不是体贴肉体？困了就睡觉，渴了就喝水，是不是体贴肉体？就体贴肉体，所以耶稣也体贴肉体。不是，耶稣也吃饭，耶稣也穿衣了，耶稣也戴帽子，是不是？有多少人把他随从肉体，就以为是什么吃喝拉撒睡这些东西？从前是不是都那么认为的？我今天渴了，我喝点水，你看你喝什么水？体贴肉体。肉体正常的需求不叫体贴肉体，听懂了吗？我再说一遍啊，肉体正常的需求，吃饭、喝水，是不是睡觉、穿衣戴帽，那不叫体贴肉体。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下面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我们肉体软弱叫不叫体贴肉体呢？不叫体贴肉体，叫不叫？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随从肉体，是随从圣灵的人。随从肉体的人，他就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他就体贴圣灵的事情。听懂吗？你们看，随从肉体和体贴肉体，这个人结局是什么？注意看啊，神的意已经是借着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他的意就加给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注意看啊，没有真正的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义的人，他是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结果是什么？体贴肉体的是死，是不是啊？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还是什么？平安。耶稣软不软弱？保罗软不软弱？保罗属不属肉体？你软不软弱？肉体软不软？你属不属肉体？属肉体的人体贴肉体吃，属圣灵的人体贴圣灵吃。这里头的体贴，有许多人没明白，就以为我肉体吃饭了就叫体贴了，我肉体睡觉就叫体贴了，是不是这么认为？你这么认为本身就有问题呀！啊，体不体贴肉体？随不随从圣灵，今天就要看你里面有没有啊，你有没有圣灵，好不好？注意了，先生，这里边体贴肉体的，就是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体贴圣灵才叫生命平安。这就说明我的灵不属肉体，我的灵属圣灵了，这叫生命平安，好不好？好，再看几段经文啊，看我们肉体要软弱着呢。就有圣灵帮助，我肉体软弱了有圣灵帮助，我要体贴肉体就得死，这就把肉体软弱和体贴圣灵这两件事给它分开了，这就叫不随从己意，乃是随从谁？神自己的意思行动办事，你听懂了吗？随着自己的
随着己意行动办事的，就是随着圣灵行动办事的。好，我们看第二十六节，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这是肉体软弱和体贴肉体是两件事。小子们，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是不是讲软弱呀？不是讲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圣灵不帮助你，反而叫你走。听懂了吗？下面说，况且我们的软弱与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以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个地方说，我们软弱与圣灵帮助，表明我里面有没有圣灵？有。那体贴肉体的人里面有没有圣灵？没有。把这两部分人要把它分开。我们再看希伯来书，保罗时常夸我的软弱，难道说保罗夸软弱还说我今天我是体贴肉体，所以我夸我体贴肉体吗？还是夸我的软弱？软弱。好，再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四章，你要是体贴肉体的，你就应当恐惧战兢；你若是肉体软弱，你就应当在主的面前感恩。你听懂吗？神许可你肉体软弱，不许可你体贴肉体。听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啊，听没听懂是什么意思？神许可你肉体软弱，因为你肉体软弱才能显出圣灵的能力来帮助你。如果你是体贴肉体的人，你就跟上帝为仇了。你听懂了吗？听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好，咱们看，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找到吗？十四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啊，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边当持定所承认的道，以我们的大祭司并非 不能体恤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软弱，有位大祭司在体恤我们，听懂了吗？当我们若是真是体贴肉体的人，表示我们是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是不是啊？体贴肉体的人是与神为仇的，你俩就成众仇了。你是体贴肉，表明你的灵是属肉体的，没有基督的灵就是属肉体的，有了基督的灵，你从今以后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听清楚了吗？什么叫体贴肉体？这里面说随己意行动万事，随他自己的意思。那我们今天上帝是随着他自己的意思行动万事，我们今天随着谁的意思行动万事？随着神的意思，不照我的标准，就这个意思啊，不照我自己那想法的标准，好不好？我人所做出的或人所判断的往往是出错误。有这句话有多少人可以解脱了啊？体贴肉体这件事有多少人可以解脱的？就像故意犯罪，有没有解脱的？像被过犯所胜，有没有解脱的？都有被解脱的。但这段经文呢也很关键，很容易众弟兄姊妹说你可别体贴肉体啊，我有软弱的时候，有不想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有。这叫肉体的软弱。就算你不想祷告了，罗马书说圣灵又说不出来的叹息，气我你都达到这个程度，软弱到这个程度，神都不丢弃你，你信不信？这是有圣灵的人的好处。有圣灵的人，肉体再软弱，圣灵也会帮助他；没有圣灵的人，他再刚强，他也是与神为仇的。听懂了吗？这是说有圣灵和没有圣灵区别在哪里？有圣灵的人就是体贴圣灵的人。既或他肉体软弱的，保罗说我不以别的为夸口，是夸我的软弱，我就夸我的软弱，
我因为我几时软过，我几时就什么刚出来。这刚成从哪来的？从咱身来的。所以因此我的软弱正好是体验出神的刚强。所以神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什么？完全。是不是这么说的？软弱和体贴都一不一样？不一样。随从圣灵和随从肉体一不一样？不一样。看清楚了，这段经文很关键的，说随己意行做万事，随神自己的意思行做万事，不照我的标准，不照我的意思来行做万事，好不好？所以什么叫遵行神旨意呢？什么叫遵行神旨意呢？就是不随我自己的意思来，是随神旨意行做万事，这叫遵行神的旨意，照神的标准，不照我的标准。定罪也是这样，神照他自己的标准定罪，不要照我的想法定罪，好不好？你照我的想法就会误判断别人，对不对？你会随便给别人定罪，所以上帝不让你定罪，说你在什么上定别人罪，上帝就在什么上定你的罪，你在什么上论断人，上帝就在什么上定你的罪，因为你判断人的标准就是什么？是你的想法，随着自己的意思判断人。你听懂了吗？当你判断论断人的时候，你用什么？你用你自己里面那个标识，对不对？你并没有照着神随己意行动万事那个标准。我跟你讲，在基督创立世界前就拣选，拣选完在你父里头，上帝就什么，就证明谁是我爱的，谁是我生出来，不在乎他生出来做出的善恶来断定。我们往往的眼睛是做照着你生出来之后你做什么坏事啊，都照这个标准。上帝说我照我们的定罪，你要定别人罪，他有过犯了，你应当包容他，你要不包容他，我就你定他罪，我就定你罪。你听懂了吗？这就叫随上帝的意思行做万事，这叫随己意行做万事。万事是什么？每一件事都照他的意思，这叫行做万事。都照神那个标准来行，这叫行做万事。万事是所有的事情都照神的意思行，这就是属神的儿女和属地的儿女不一样，听懂了吗？一扫他随己意行做万事，第一个就娶了一个迦南女子，第二个你看看雅各得蒙神喜悦，上自己的家里拉班家里找对象，我也找一个，找亚伯拉罕的，是不是？他的儿子大儿子以实玛利那里找一个，是不是随自己的意思？又找一个妻子，为了讨父亲喜欢，全是立功之马，对不对？随己意啊，天天在外面打猎，随己谁的意思？随己，雅各随己谁的意思？去骗父亲都随着谁的意思啊？母亲，是不是？母亲让他骗的，对不对？对。随谁？陆德上麦场上河场上去跟波阿斯联合，随谁的意思？是说哪有你的意思？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对不对？哪有你的意思又从谁来的呢？路德在巴斯的田间里捡麦穗，他说不可以到别的田地里，就只在我这里捡，是不是？随谁的意思？随谁的意思？那我们今天随谁的意思很关键的，对不对？往往我们就用我们头脑的想象，用我们个人聪明和智慧，就替代了神的聪明和智慧。你不可以把你的取代神的，好不好？用你的取代神的，那你就随谁的意思啊？随己。这个体贴肉体这件事，有多少人随自己的意思的判断？什么叫体贴肉体？就用自己的想法。什么叫体贴肉体呢？什么叫故意犯罪呢？什么叫被过犯所胜？全是用自己的一个想法，是随着神的意思吗？那这里头随体贴肉体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属肉体的呢？是属灵的？属肉体。所以这里来说，我们的软弱，我们这位大祭司并非不体贴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软弱可以得到上帝的体恤，我们的软弱可以得到圣灵的帮助，好不好？我们的软弱可以变为刚强，但体恤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的。肉体软弱不等于他不体贴圣灵，肉体的刚
再说一遍啊，再说一遍，记住我这句话：肉体刚强不等于他体贴圣灵，肉体软弱的人也不等于他不体贴圣灵。听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吗？我肉体天天很刚强的，像犹太人他天天有热心，像神大发热心，发不发热心？体不体贴神？不体贴。利益自己的意义，不服谁的意义啊？神的神意。体不体贴圣灵？不体贴。不体贴圣灵啊？随不体贴神的意思？没有随着神的意思啊？这不叫体贴圣灵啊！你天天肉体，我是很刚强的。不一定在上帝的旨意中，那些软弱像开外鸡仔的那个啊，是不是啊？是刚刚的掉蛋壳那像鸡仔的，他有生命，但他软弱，他软弱不等于他不体贴生命。有重生生命，他就体贴生命；没有重生生命，他就体贴肉体。你信不信呢？有重生生命的人再软弱，谁也帮助他。没有重生生命的人再刚强，神也厌恶他，因为他是与神为仇的。听懂吗？你看这段话是不是说的？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座前，不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看软弱有上圣灵帮助，有主的帮助，对不对？那大祭司体恤，有圣灵在引导我，帮我带球。你软弱都不要紧，就怕一个人从来不软弱，他也没经历到软弱，没经历到软弱的，所以他讲出来的他就不是上帝叫他经历过的。你听懂了吗？经历完的人他讲的特别真实。 你信不信呢？好，咱再回到以弗所书，这个地方清楚了没？什么叫随己意？什么叫随神的意思？这己意不是自己的意思啊，不要把它解成自己的意思。下面说，照他所预定的什么美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首先在基督耶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什么？叫他，这是第九，叫他的什么？他的荣耀，首先在谁里边得称赞呢？叫他的荣耀，首先是什么意思？先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得称赞，对不对？你如果不随从神的意思，能得到称赞吗？我随从我自己的意思能得到称赞吗？别人是人能称赞吗？好，我举个例子，我身上现在得荣耀，首先在我们，这句话你要把它好好的理解上，首叫他的荣耀首先在我们这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得到什么？可以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是吧？我们在基督里有，我有没有盼望？有。得着什么？得着称赞，对不对？首先在我们这群，首先在基督耶稣里的他的荣耀，谁的荣耀呢？神的荣耀。好，神的荣耀在我身上彰显，神的大道在我身上彰显，世人能不能看见？不能。啊？能不能看见？瞎眼的人压看见光亮的，世人怎么知不知道？啊？一个从来就是瞎眼的人突然看见光亮，世人知不知道？知道。格拉斯那个被鬼附着那么多年的人，被巡鬼附着的人，谁都害怕，世人都知道这个人天天在那翻涌里，天天按照拿石头砸自己，用锁链捆也捆不住他，用脚镣锁也锁不住他，咔咔全把整断了，对不对？世人知不知道？知道。
耶稣去了，咔嚓给他释放了。耶稣去了给他带吃的，他去把他从魔鬼的权势下释放出来。魔鬼出来，从现在开始，他就从底加波利那地方传遍了整个的底加波利，对不对？首先在他身上得不得到称赞？哎呀，神在他身上，神出现在显现在他的身上。你看，从前被群鬼附着，现在被释放出来，这就叫得到称赞，对不对啊？对。好，瞎眼的人到耶稣面前来，那些瞎眼都在讨饭。没有这瞎眼的人，耶稣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就意思来显明一下他的信心，要做什么？你找我来做什么来着？还是为了求饼呢？还是为了求钱呢？你来显明一下，你要的是什么？你来跟从我，多少瞎眼的跟从主要的是什么？是不是？而唯独那个瞎眼的人找主来要什么？你不要以为这就是这个一个瞎眼。这个瞎眼代表所有的那些不认识主的人，都是瞎眼。来到主面前的有多少人都要都求什么？求这个杜甫的，对不对？耶稣当时就问你：“你要我给你做什么？”瞎眼说什么？我要能看见。要这个，对不对？这正是随着谁的意思啊？随神的意思，行做万事。这就叫体贴，不是体贴。今天他不再要饭，他为什么？因为我要饭，我就永远都要饭。我今天我要眼睛看见，我眼睛能看见之后了，我自己能看见明了，就不用要饭了，对不对？我眼睛看不见的时候，我总得上这要点，上那要点，永远成为一个讨饭的瞎子。当我眼睛看见了，我就不用讨饭，我直接看圣经就有亮光了。这叫做饭的，不叫讨饭的，你信不信？唰，眼睛就看，就看见神的荣耀。首先在我们这些在基督里有盼望，这瞎子就盼望基督了。所以他的境，在境界是谁呢？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在不进？我问是谁从这进吗？有人告诉他是拿撒勒耶稣啊，是耶稣啊。我就天天盼望着耶稣从这里经过呀，是不是啊？他终于来了，是不是啊？有没有盼望？有，终于盼了。他来了，第一件事情他不要钱，不要饭，不要衣物，不要地上的一切好物，要什么？要看见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照着你所要的给你成就，你看见了。”他一下子看见光亮了，最后归荣耀给谁了？好，雷锋做点好事归荣耀给谁？雷锋做好事吧，世人看见雷锋做好事的高兴。雷锋好，雷锋呱呱叫，对不对？是不是说雷锋好？能不能荣耀神？不能。彼得走在廊门下，看见那个瞎子在那求要钱，彼得上去就给他500块钱。他夸谁？可以，你人真好，你好人，你妙，你太妙了。这时候你就在街上，你就走一圈来，把你的钱拿10000块钱，走一路上你发，一个人给100，发，边走你看他说什么，这个人真好，心眼真好，这人心眼真好，太棒了，哎呀，这比雷锋干的好，雷锋还没这么干，10000块钱你就出去发一阵，你看有几个说感谢神，赞美神，神在他们中间了，有几个人这么说？你不信，你出去走一圈试试看。你走一圈看看试试看，他能归荣耀给什么？这时候首先叫他的荣耀，首先在我们，对，在我们，对，首先在我们在基督耶稣有盼望的人，所以这句话是写的，叫他的荣耀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得到什么？
在哪？是在基督里的，不在肉体里的。如果我做一件好事，别人就能夸我，肯定不会挪到这钱，因为我做这件事情，普通的人也做不到。你信不信？比如说我走到给他五块钱，世人有没有给五块钱的？有没有？有。我做的这件事一定超越世人所做。耶稣说：“你们的义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断不能。”今天我是不是这么说的？啊，听懂吗？你们的义不胜过，就是超过呢，对不对？你做这件事超过世人所做的。那什么样才能超过？彼得最后对那贪官说什么了？我给你500块钱，金和银我都没有。这是没有的时候，就在基督里有他。当你有的时候，你就拿你的金钱，不在基督里有他，对不对？就是他没有的时候，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的耶稣的名，现在把谁告诉起来？我奉拿撒勒的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件事情，就是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做到的。这样的荣耀被人称赞，这样的荣耀是从神来的荣耀。当我给他500块钱，这样的人是在哪里啊？在自己的球里要。所以耶稣讲过，我不求从人来的荣耀，我只求从父来的。是奉拿撒勒的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归荣耀给谁？你看这个摊子站起来跳的，是吧？赞美谁呀、啊？赞美谁？好，雷锋看别人丢了火车票就给买了，看战友家母亲缺钱就给寄去，偷偷的匿名寄去的，是不是啊？雷锋捡破铜烂铁马在边儿。灌到河瓶子盖，对不对？一件一件积攒那么多，雷锋的一件衬衣穿几年？新三年，旧三年，风风补补又三年，一个破衬衣补了又补了。最后人夸奖雷锋艰苦朴素，雷锋好，能不能因这件事情夸上帝呢？因为这件事不是天上的事，这是哪儿啊？地上的事，所以他不能不荣耀。听懂吗？彼得正是狼门下的，看着起来行走了，奉谁的名呢？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对不对啊？这样才归荣耀，这是上帝要求在他里面的荣耀，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荣耀。这样首先就在基督耶稣里有盼望的人，这个荣耀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得到什么？称赞，称赞谁？我做的称赞我，神做的称赞神。我从我来的荣耀，我求我自己的荣耀，人别人就称赞我。要求从神来的荣耀，就称赞谁呢？神。听懂了吗？啊？听没听懂？听懂了。听懂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这句话的意思你乍看就这么一个意思，很简单。就像我们那边有那个大石桥去的，到那边去传的是什么道理就传的行善积德的道理。我说你行善，那在那里的沟里就有一个行善，一会儿行善就那河呀，他们也想行善的，但你这个善能得不得超过河所行的善啊？得不得超过？一定超过。这善是从哪里来的善？从神来的善。有一群放生的人，我这次上北京上那个一个河里，那鱼河里的鱼都很大。完了之后，他网上来之后呢，稍微有点受伤，就想放生。那假冒伪善，对不对？那都要死了，你去放生，放生掉到边上，别人去捡他骂。俺们放生，别成你捡呢。这是真善是假善？你有的能力别去打呀，你打着把好的都吃了，卖了。把不好的放回，假装放生，就以为这是会用自己的良心呢，对吗？对，我叫你这么干吗？
你的善是放生的善吗？还是救灵魂的善？放生。啊。救灵魂的善。哪个善？放生的善呢？他不叫善。佛教是放生的善呢，是救灵魂的善。放生的善。佛教做的叫好本末倒置，他害灵魂。对。去放生去了，是不是？他把人的灵魂污蔑了，去放生去了。叫叫人去拜偶像，都下地狱，对不对？对。真善假善？假善。假善。听明白吗？啊，听不听？听懂了吗？这个地方你看，看不看到？一无所出的第一章就显出来，这个荣耀是首先在基督耶稣有盼望的人得到这个荣耀，最后得到的称赞是归荣耀给谁？给谁？如果我不是这样的，不是求在基督里面的荣耀，我的荣耀是虚浮的，从人来的。比你捐献多的人多的是，汶川地震有一个人捐了1亿，你信不信呢？捐钱多的人不一定是行善的，是没捐钱的人不一定不是行善的。上帝所要的善和人间的标准都不一样，你信不信呢？你救灵魂是不是行善？是不是？是。抢救灵魂，叫一个灵魂不死，是不是行善？是。在但以理书的12章里就提到，那领多人归义的。有福了，他们必如天上的星那样发光，对不对？是不是啊？在这，在上帝眼里看是何等大的善，何等大的美啊！所以传福音是吧？报喜信，他的脚中何其的什么？传福音是不是行善？是。你不要把这行善局限在人间这个标准中间，不要局限在。小学生或中学生讲的道德力，那个什么道德修养，好不好？好。所以这里的荣耀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荣耀，就能盼望。你做一件事是惊天动地的，是人间所做不到的，别人才能归荣耀于神。如果那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耶稣走在那个地方，你看生来这个瞎眼的人，行，不方便犹大把钱当的钱给他点，有没有钱？钱当的犹大。钱当中有没有钱？有钱，有钱，耶稣翻了翻不犹大，能给他点钱吗？瞎眼多可怜啊！可不可怜？用人间马上就是拿钱周济他，那你就跟汶川地震那个捐上1亿那个人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你还赶不上了，你捐了他没有人钱多，听懂了吗？上帝首先要叫我们这群人在他里面先得荣耀，这个盼望得到称赞，对不对？这个荣耀得到称赞，上帝的能力在我身上显示出来，这个要得到称赞，好不好？超越万人，超越众人。所以以色列整个在旷野中间经历神的启示，神的能力，对不对呀？这样的人才叫外邦人心惊胆战，你信不信呢？在窥探耶利哥的时候，那两个看了去的喇格说的那一番话，就证明了他们听见了以色列在旷野中间经历神的同在，所以他们的心都笑话了，惧怕，对不对？这样才能归荣耀于神呢，好不好？好，再继续往下看，13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他。是吧？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什么？途径是什么？途径。这是预定第10，信基督。这是途径啊，信基督得什么？得圣灵。信基督得圣灵，信基督是途径，得圣灵是结果。我不说的记着信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你看，信福音，信基督。得着什么？得胜。这
这件事何等关键呢？我若不借着信福音，我就不能得圣灵。那这个耶稣基督做这件事情，我先知道主耶稣，耶稣并且知道他所做成的救恩，做成的福音。当我信这福音呢，就必得着所应许的圣灵。那这圣灵是上帝应许的，对不对？应许。我们先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先看十三节，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小子们，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被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当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哪儿？外邦人，外邦人本来没有神子，临到外邦人呢？因为基督。把那些说借受的咒诅就赎出犹太人脱离律法的咒诅，这样外邦人没有律法正好就得这个福音了。如果有律法，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也得把我从律法上赎出来。你听懂了？这样我们没有律法正好的，使救恩临到外邦人，是不是？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在律法下他就得不着圣灵，必须从律法再赎出来，正好外邦人没有律法，正好了，这就可以因着基督耶稣可以领到救恩，领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在律法下的人也要因信，对不对？在恩典下的人也要因信，对不对？那既然都是因着信，有律法没有律法都得因信。你有律法的人，你也必须从律法里出来；你没有律法的人，你也必须借着信。不管你有律法没有律法，必须借着一个途径，就是因信基督而称义。听懂了吗？这样，耶稣把那些律法下的人从律法下赎出来，正好代表着没有律法。没有律法，他追求的时候，他就不照律法的追求方法，正好追求正法。外邦人一下就知道，犹太人信也信。为什么非得信呢？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费信费在哪个地方？外邦人为什么接受这么快？因为他没有律法。犹太人为什么接受的那么慢？因为他有律法。所以有外邦人先领受，犹太人后领。犹太人后领就原因是因为有律法的拦阻，这个拦阻是特别特别大的。他怎么感觉律法？我今天天国你加上点了。把上帝的应许给什么？给废掉，给忽略了。好，咱们看第九章的第三十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因为他没有律法，不追求义，正好因着这个信就得救了。简不简单？外邦人简不简单？你注意看这段经文。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得没得着？就这个义就能承受世界，你信不信？信。反得了义，但以色列人追求什么义？难不难？难了，难就难在以色列人，是难在那些有律法的人身上，不是难在那些没有律法的人身上，对不对？注意看，说反得不着律法的义，为什么得不着？因为上帝是借着因信基督得着义，他现在追求是律法了。正好得不着义了，追求律法的人何等可怕！是啊，你一定得不着什么义的。昨天晚上在网上给我气得够呛，要不然骂了几句那个人，晚上其实什么都办出来，又讲现在又讲什么末世什么，东方之约，现在又出来东方之约了，不是东方闪电，又出来东方之约了。你不信东方之约，你就不能得救。奉东方之约的名祷告，你说火不火啊？你彪不彪这个人呢、啊？我说你那个我肯定缺一啊，你那脑袋被门工子一下子崩掉一下，可能谁不注意，一下子就给你崩一下，你那脑袋就浑浊的。
全凭他答应我。我说你这能得救吗？你看我这脱离圣经，你能得救？最后把旧约都搬出来了，要求安息日，要求律法，律法一点一花不能废掉，都要求。糊不糊涂啊？你看这段好经文，外邦人为什么这么轻而易举就得着了？耶稣说，税吏和娼妓倒比他们先进什么？因为税吏娼妓啊，他不追求律法，他才能得到。人一旦追求律法的义，马上把基督这个恩典给失去了，你就不能因信耶稣就白白得到。外邦人怎么得的？也信。犹太人弄巧成拙了，外邦人他不追求律法的义，反得着神的义啊。但是追求律法的义，就得着神的义了。律法义立谁的义啊？神的义立谁的义？神的义立神的义。所以我们借着恩典立神的义，所以外邦人得着，外邦人白白的信耶稣基督就得着这个义了。当然从这个白白的信耶稣这个偏离了，一旦偏离，一下进到自我里头，第二个犹太人，又进到犹太人很多人去，就想方设法靠肉体来成全。犹太人是不是误入歧途啊？误入歧途了，他已经误入在那个那憋在那里头去了，现在想出来他就出不来了，像扒拉那个驴似的，夹在那个越走越窄，夹在那个洞里去，出去想出个活，转包会转不容易了，是不是啊？你看现在犹太人他失败就失败了，上帝现在要建立因信耶稣基督白白成义，他现在靠手里把不白白，是憋在那里吗？想出都出不来，是不是啊？今天神今天要跟我们这群外邦人另外开一条出路，叫因信白白成义。叫犹太人，你有一手，你原来在律法下，你也必须因信，是不是啊？保罗是不是说，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成义，不因行律法成义，对不对？这就是因听见这个福音。现在有多少人讲这个福音呢？光讲福音不讲福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真理的道就是福音，对不对？福音也就是真理的道，传道传道传的不是福音，不叫道。传社会的福音可以可以，你传天国的福音，神拯救人的福音，那这福音的内容就是三个：基督死，基督葬，基督活着，对不对？基督死为谁死？基督葬为谁葬？基督又从死里复活为谁？哎，你只要信基督了，下面就说也信了基督，真信基督了，也信基督所做的事儿。耶稣死，耶稣葬是他做事儿，对不对？耶稣复活是他做的事，也信基督，也信他所做成的救恩，就必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对不对？所以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可以临到外邦人，使外邦人得着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圣灵是进天国的凭据。好，圣灵光关键，关键进天国的凭据，对不对？对。进天国的凭据，我有没有去进天国的凭据？有没有？如果我没有去进天国的凭据，那我今天没有这凭据啊，我没拿到这个凭据，这个票据啊，我想进天国，可不可能啊？不可能。圣灵是我们进天国的凭据，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对不对？途径是什么？因信基督耶稣，对不对？并他所做成的救恩，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凭据。简不简单？容不容易？容易。我们现在把容易给它复杂化了，能不能进去？进不去。进不去。容易就容易解说，主啊，感谢你这么容易的把这凭据赐给我，这是个印记，这是每个基督徒必须有。上帝要把天国的软件放在你这个电脑里头，好具备能进天国，没有这天国软件你们进不去。
你信不信？现在你在灵和天国的灵是分开的，你信不信？为了救活你，上帝把这天国人间插入到你的里边，你这个灵就和上帝的灵嘛，就联合了。那这个软件是谁呢？就是基督，基督就插到你生命中间，在你位置以前，上帝借着耶稣做成的救恩，就把这圣灵赐给你心里。你听懂吗？有了这个软件，你才能承受神的国。没有天国的软件，我也想承受天国，好不好？好，好，休息。